这一把我不再与你们勾留啊，我将会好好来赢下这场游戏，这个狗熊我势必要给他打穿，我不会跟你们勾留了，因为刚才那小子的一句话成功的惹怒了我。我身为一个，算了，先不说那老些啊，我先接杯水。我单杀杀穿他，你给我送飞机，弹幕作证。行，你别着急啊，你先别着急，你一会儿送飞机，你一会儿得送，要不然我容易看不见啊。飞机你先别送。红开，红开不怕他抓我们。哎，你一级不学个盾，你学个 Q 干什么玩意儿？这狗熊一点儿那啥也不要啊！少 A 了一下。征服者没触发。哎，少 A 了他一下，挺伤啊！这就是不带攻速的后果吗？少了一下平 A。飞机儿呢？他来打野了吧？都还，他打野都过来了。飞机儿呢？这算不算单杀？打野没帮吧？但是打野帮他了。其实我刚才能走，没玩好。我应该在草丛里边，一小兵往右边闪。让我杀穿，那什么样算穿呢？那我们得定个指标吧，啥样式的算穿呢？你说的我打不过他，你说打不赢，那这不打赢了一波吗？这队友怎么回事？那差三级那有点费劲，那人家也不是傻的，他如果一直不跟我打，我还能给他打三级啊，杀三级啊，那哪能行。谢谢我爱君姑姑的飞机儿。扣一下 ,EA 打法妞平 A, 平 A。A 接 Q， 再平 A， 平 A， 平 A， 一 A， 平 A 接 Q。打不着，太对呀！这就没啥意思了。我说实话，打过没？你是不是精神病？哎，我今天就踩你这眼儿，你他妈一辈子你也别走啊！又在这待着，一辈子你也别走。你是不是以为我回家了？我不可能回家。这干啥呀？没完了是吧？
别追了，有病是吧？有病啊，是不是有病？有病是吧？一扎呀，你像个精神病似的。哎，你干哈不回家呀？等一会儿，等一会儿，等一会儿。你瞅啥呢？你干哈不回家？你凭啥不回家呀？谢谢昆特老手杰洛特。零杠二的算穿了不？可能也不算，等他零杠四的吧。这不随便穿吗？这不随随便便敢敢单单吗？这不是很 easy 的事情吗？而且这稻草人来多少趟？这稻草人，这稻草人在上路就没走过。来个重伤，不需要，不需要，目前不需要。谢谢明约约的飞机。抠一下 ，E A 滑溜平 A 平 A 双抠，我转起来。我在等技能，你在等什么？哎，我往上走，哎，哎哎哎，二银坠，嘿嘿嘿嘿。哎，我打死他！你像个精神病似的，抓个没完没了。狗熊挂机了，狗熊心态爆炸，武术还了，这算炸了没？算了吧，不要话说的那么早。打狗熊以前没打过，什么原因？第一，方法不对；第二，有点着急，没想好好玩。谢谢 King 了 ，King 头某，谢谢 King 头某的飞机，人家飞机送货了，那老板言而有信，给老板点个赞，给老板点个赞，不像那有些人，哎呀，我给你赌这赌那的，最后不说话了，看看人家。谢谢老板的大飞机啊！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出美甲窃魂卷呢？
家了。来个水银骸吧，控制有点多。来一层塔皮呀、这狗熊还有脾气了？谁到了？你还有脾气了？你们家咋也帮你帮成这个样子，都没给你帮起来，你就那个菜样吧，还好意思挂机呢，舔个脸。这是越菜脾气越棒。拆没了。狙狙下一把，